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饿了吧？吃得来了。别打架啊！昨天下了好大的雨，而且还刮了好大的风。不过我的露台花园今天又不用浇水了，但是现在要来看一下花有没有受这个大风大雨的影响。先来小苏果区看一下，这个小苏果区的草莓都长得很精神，很好哦。哇，大家看那一个草莓已经那么红了。哦，就是这个西瓜，这个西瓜怎么吹的感觉乱七八糟的？这个西瓜藤牵的这么长了，就要稍微给它用这个土团给它压一下。这个我们家小时候种好多好多西瓜，可是种西瓜大户哦，所以这个操作我还是知道的。哇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已经开花喽？这个之前最长的这一颗西瓜，哇，还有很多花苞在后面哦。这个西瓜藤是可以牵得很长很长的，像这一些的话现在还不是很大，可以先不用压条。哇，我还发现它长了这个侧芽，不过长在这么下的这个侧芽可能到时候是不要的，要给它摘掉去。不过我的这个种的这么晚了，还是不摘它吧。这个西瓜上盆还是要及时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把它种到这个种子带之后，这个生长速度飞快，